亚洲新湾区豪宅建案从街头到巷尾，整整560坪，单户面积全国最大，可以容纳4个篮球场。全台单户最大豪宅建案，一楼仅仅一户，还在新建中，号称360度环港美景，格局客制化设计，不论是古色古香中国风，还是充满异国风情古典英伦风，豪迈奢华。4个篮球场大，6部电梯，光浴室就有30坪，等于一间公寓大小，1坪120万，总价7亿元。单价太高了啦，房子也太大了，没有人的味道。太大了吧，那么大的房子。不会买。除了海湾美景，生活机能也很重要。高雄总图、轻轨、捷运一应俱全，吸引豪宅建案进驻。亚洲新湾区高雄推产业转型重要建设，未来港市合一新地标，总投资超过300亿元。因为临近梦时代大鲁阁、草衙道商圈，还有最夯的轻轨，交通便利，地点得天独厚，已经吸引7幢豪宅建案投资，每户90到120坪大坪数设计，1坪50万，打造豪宅新聚落。然后来累积国际客的买盘，可是因为目前整个亚洲新湾区的建设。还有周遭的整体环境并不是那么的完整，所以如果现在要买进这种高总价，一坪上100万的物件，可能需要一些风险的考量。豪宅抢金字塔顶端顾客，纷纷开出天价房价，是不是真的能在低迷的房市杀出血路，还有待市场观察。记者王家庆、王淑红高雄报道。